我也看过，咱们东北味儿最好。对你吃着就不一样，咱东北味儿还得吃咱黑龙江一村的。对，好像跟戚薇一个。哎，非常肉啊，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，大家？大量的批发啊，一斤给大家批发价，这里就是咱们木耳基地源头。